瑞士里头竟然有矿坑吗？叫做核心探坑，而且呢还藏身在寸土寸金的信义区。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去年底整治旧皮溪时，意外发现了这一座废弃矿坑，于是编列预算整治、进行环境改造等工程。如今呢，废弃探坑摇身一变成为了观光休闲胜地，部分矿坑内部打造成时光隧道，矿区呢还摆放许多真人比例雕像，重现当时矿工们辛苦的挖煤过程。